我是黄水苑，你们也可以叫我牛牛。我是这个牛牛画廊的创办人，也是一名缠绕画认证师。对，我一来身为马来西亚人嘛，我们三大种族的一个国家，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印度的传统文化，包括我喜欢吃这个 roti canai 啊，还有 banana leaf， 然后我也会说几句这个印度语啦。然后在十多年前呢，我就有接触了这个 column 的设计比赛，也是为某广场来做这个广场的这个设计。然后也在三年前呢，就是受邀到某广场去为他们设计这个 column 设计。然后我们就在讨论着要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可重复性使用的，还可以方便收藏的。所以就与其用这个传统的米绘铺在这个地上的呢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用喷漆画为这个背景，然后是以这个亚克力的彩绘画这个图腾设计的。那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图形呢，其实是利亚，也就是这个灯，还有莲花，然后这里呢是一些缠绕画的。最主要呢，想要表达的讯息就是以光明驱走黑暗，以善良战胜邪恶，也就是这个迪巴瓦利的意义了。传统的米会呢，是用这个米撒在这个地上，就是除了是邀请来宾跟神明进来家里之外呢，也是可以让小鸟去吃那些米的。但是呢，现在modern 呢，我们就选择了用就是亚克力彩绘，还有这个喷漆画，那就是可以除了可以可重复性使用之外呢，还方便收藏。OK， 有不同的图案，有比如说几何图形啦，有这个花卉啦，然后我选择的是用这个莲花，我又选择是用白色这个亚克力，除了是提醒自己保持初心之外呢，莲花也是想要跟他学习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。那不同的大小有不同的时间，像大家看到的身后的这幅呢，差不多需要花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啦。其实我没有一次过画完了，我就是画画下停停一下休息一下，然后就是有站着有坐着，坐累了就站，站累了就坐。所以欢迎大家，如果有对这个米绘这个 column 设计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收藏。Thank you.